特區政府將與廣東省及珠海市共同加快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做好合作開發橫琴這篇文章，按照中央的部署，扎實做好深度合作區方案的落實工作，用開放和創新的思維打造結合兩制的優勢與國際規則高度的涵，推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服務國家開放的創新的合作區。深化與橫琴在旅遊、科創、民生等各項領域的工作的合作，帶動業界開發更多澳門橫琴旅遊的路線，探索開發中醫養生和大健康服務的旅遊產品，逐步實現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延伸至橫琴，加快建設橫琴澳門新街坊的項目，有序落實相關社會服務的配套安排，持續推進兩地的各項的合作工作，務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的建設，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要素高效便捷流動，配合內地與澳門貿易單一窗口報關的機制，有效實施粵澳海關跨境一鎖的計劃，提高整體通關的效率。